年岁末，台电都会印制隔年月历，至今已有超过十多年历史，即105年的台电之最，106年的台电月历出炉了，以蕴含灯泡光芒的花朵含苞绽放，为大家带来艺术台电。今年适逢台电成立70周年，在全国各地推出低碳开放公共艺术计划，艺术台电从中挑选13座各具特色的作品，包含总处大楼结合绿能及回收概念的日光浴，大厅如宇宙浩瀚无垠的太阳之诗，林口发电厂的野百合烟囱，屏东知名的快乐农夫造型电塔等等作品。台电月历并首度应用扩增实境，让民众与月历能有更多的互动。扫描 QR Code 下载手机 App， 再扫描每个月份内页，可以看见作品更多的美妙姿态。期望这些以艺术形式所展现的台电 Power 能量，能陪伴民众走过新年度的每一个日子。